好，我是 Evi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呢，分享给大家的是这个水手服风格领子的做法。同样呢，跟往期一样，它的做法非常简单。视频里面，虽然是鹦鹉佩戴展示的，但其实小猫跟小狗也是可以穿戴的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频道呢，可以点赞订阅一下。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本期的 DIY 呢，那么就继续往下看吧。
做法。做法呢跟往期一样，也是既简单又好看。